来看到想要搭热气球，其实在宜兰也可以办得到。宜兰东山乡的三旗稻田，随着气候的变化，每年5到7月谷物由绿转回金黄，一望无际的稻田真的是非常漂亮，还被称作是宜兰版的博朗大道。今年第2届的热气球嘉年华会，可以让游客体验，还可以欣赏美景。一望无际绿油油的稻田搭配蓝天白云，原来这是搭上热气球从高空俯瞰，将稻浪美景尽收眼底。夏夏耶，小兄妹俩对着镜头开心微笑，会这么兴奋因为要看热气球不用在大老远跑去土耳其，现在在台湾也能体验到。去年的这个时间也有，所以他们都还蛮喜欢，而且这样看上去很漂亮。好期待啊，对，我们不用跑那么远到台东去了。宜兰东山乡三旗稻田每年5到7月正值稻作转为金黄色，东山乡为了要让游客能欣赏到稻间之美，推出期间限定热气球嘉年华。今年除了有2座热气球以外，我们还有小型的一个移动式的热气球，来增添了我们这一次的热闹的一个气氛。不同造型的热气球缓缓升空，民众纷纷拿起手机记录这难得的一刻。我们的活动时间是在6月8号跟9号，6月15跟16。不过想搭热气球可得提早到现场排队，限期4天，错过就要再等明年。这里柯燕南报道。